晚上好。天哪，好困啊！小安，小安，我睡多少？朱哥安安，金子轩安安，对一对爱一安安，雪莉安安，样样安安，小熊安安，冬粉安安 ，Hello， 哎不行，今晚六点起来要开的，是吧？那时候在等温阳在帮我弄东西，结果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回应，忍不住的弹回去。于是呢，现在才开，纯纯安安啊，孩子。日式你好，棒，没，这Switch的 bug 吗？救命啊！有火堆人呐、啊！Switch 有这 bug， 太好笑了吧！果然如昨天的预感一样。且要设为兔兔，且你说吵架只要、喔、啊对，活动又开了吗？还是活动又结束了？我不啊，身边很多人在玩这款游戏，还有朋友在玩这款网恋，这款就很棒啊，这款是交友软体。钛金兔子应该结束了吧？已经好久没摸了哦，都好久没摸。今天有去帮小雪抓一那个台币啊，我帮他去抓两只金鬼户，累死。哎，这是我爸。都放哦，等一下望月，今天要打美洲，欸，我打完了，我跟你讲，我超强，我昨天打过一次，自己打的，然后今天就是教姐姐说我们马赛怎么练等的嘛。然后教一教的时候，我说啊，对，不然你来，你也可以打这个练练十字枪的那个熟练度。然后他就说啊，不是会打到自己人什么的吗？我就说，对啊，但是你就是不要打，你就是 NPC 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打，就是如果一群怪围在一起，那你就是给 NPC 打，反正 NPC 打你没伤害。他人在医院要顾家人，可能没空打，所以要帮他。没事的，你就帮他嘛。有没有对茄子的爱？
天在开台啊，没错。哎、欸，我直接在姐姐面前 solo 第二次困难的那个哎、欸，每周啊，好嗨哦！我那时候想说，之下 solo 三次才过，啊，就在姐姐面前 solo 两次就过了。这不是 bug， 要快速放置，快速按两次就可以，然后按一下移动摇杆就能精细调位置，不用再触碰的。哦，这不 bug 是测试？哈，有这东西哦？因为我知道那时候有一个人放那个南瓜头嘛，在社团里面有看到他放那个南瓜灯的东西，就放失败了，就跟着他的头一直走。你说怎么按？你说放的瞬间推蘑菇头，可是我没有哎、欸，我刚刚是狂按哎、欸，不是狂按啊，就是按一下失败，按两下失败就出现了。按一次，你看我按一次而已啊，我只按一次哎、欸。任何放置物都可以吗？感谢兔食堂九个月。那你也打完了，更好打。本以为很难，那看一下难度其实是二星的，我就想说打打看。不用复制两次啊，我 YT 有看到啦。哎呀，我还是丢影片。是大家说方便才上线 Switch， 很多人敲完想要忘记是蘑菇怪，然后确定的按下确定的。那包每日我们在开台，而且你看标题，等一下画画，包每日什么？手机版有办法这样子吗？没看到、啊，你没看标题哦，好扯哦。OK， 有姐姐就没有我。哦哦，这个意思哦。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哦，没有，它是摆出来，然后可以调位置啊。我懂了，我懂了。哦，你看有没有？就这样子，然后摆你想要的位置，然后按一下。哦，懂了，懂了，白痴，误会了，误会了。我还有一个食物，欸，所以小王子围巾还是买得到、然后不是说问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吗？你说这个其实这个也很可爱吗？简简单单的，看，勾嘴嘎，我配合这个姿势，然后坐下，
摩艾像诶。什么？来吧。买到不稀有，对啊，我看说好像月许说好买的啊，月许又颇买好买得到，我觉得还好。找到了，是按出放出视角，然后有我刚讲了，我刚讲了，我刚讲了。有啦，我刚发现了，就是它这个摆出来是让你可以移动，然后上跟下键才是啦，上下是移远那个拉动，它看你的视角，然后你就这个位置放下去。乌娜吗？乌娜安，还是叫 Yuna？你好。哎，圣岛怎么最近都这么安静啊？一直安安，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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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呀，一直会飞的火箭。嗯。我想把音乐关掉，放我那个农场的音乐，转蛋农场。哎呀，哎，然后它其实可以开个系列，就是你2分钟看你可以盖成怎样，对不对？就是你今天2分钟，让你随便盖，从零到有2分钟，最后看你能盖出什么东西来。那个是玩到后面没得玩，没什么都好玩的，就这样子干。但前面的那个原本的那个地图，就是东西都弄好了，就是差收集道具，然后会失去一点味道，懂吗？就是你已经有本钱让你的东西指定出来了，然后就不会想要说去用随机的。说到跑图，我真的最近刚好有空。想当年海龟出来之后，大家一起跟着繁星冲去海带。没有啊，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啊，只是不会第一时间冲了。现在因为我们这边有3个萌新入坑，萌新入坑，哎，3个萌新，其中有2个是很猛的，然后2个萌新养了2个小号，够夸张吧？萌什么萌？哇！玩第四天跑去六龙的叫萌新天，有没有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嗯，感谢尬的的豆内，这是什么币？感谢1.9，谢谢谢谢。感谢豆内。哎 欸，我觉得越后面听我自己声音，我觉得越北蓝呢、欸，声音越来越难听了。都没有那种 啊，感谢订阅，感谢订阅，那种声音会比较好听。可是最近觉得自己声音好难听哦、喔，不过真的很少。传授先祖变好懒，学好远哦、喔，会吧？哎，今天什么任务啊？我还没看呢、欸，我去看一下任务啊，看一下今天的任务啊。冬粉跑得超快啊，给他表现的机会啊！这样子低音很性感啊，不是就是这种低音没办法持续很久啊！啊，哦，今天任务不相干，晚点再去跑。哎，跑雨林，跑雨林，啊，又换头发。
哎、欸，白痴！我还是想要赌高哎、欸，赌高才能变帅、欸。哎呦喂啊！那这样是干嘛啦？黑几呀？哎、欸，哦，算了，你我放弃。走走走，跑了跑了。你是谁？哦，不是，不是不认识。好像叫旧吧，旧热。日常懒得跑图。哎。哦，对啊，而且你们不是说矮面跑完扯爆？天。那个还好吧，我都是直接飞到试炼金人那个挑战。什么试炼金人？哪一个？你说直接从原地飞到终点吗？以前有办法用飞飞的啦，飞飞往前戳，往前戳的，往前直路，有办法用那个，但要会遁地。水试炼呢？我们现在聊水试炼呢。水试炼，你遁地遁下去，不是被水冲走？哎、欸，谢谢，芝麻开门。爱心量好夸张，被冲起来的。我其实有说，你们其实不用给爱心的啦，因为这个爱心量其实够我活到这游戏几年后了。啊、然后他们还是很爱、很乐意给我爱心。那其实他们自己，该怎么讲，也都毕业了，然后也都是都在等，都开始在等复课了。挂2000烛火，三根箭头，真的好像。啊，挂什么？哦，对啊，之后跑去那个哪里好了？那个温泉，在温泉那边不是变成挂机景点了？是自然安安，月雪安安，这边好久没去了，想解地图好像好难。哎，对啊，你们有跑试炼 ，pick 我一下嘛？我想去那边摸一下那个地图，我想做一下神坛，不是神坛那个，解开那个地图。可是温泉有吸不到火哎、欸，对啊，温泉它不会火自己喷到你身上、啊，你要靠近才有。但是但是没差，那边是目前还会持续出火的地方。礼拜日啊，好啊，几点？怎么可以礼拜日？你们应该平常就要跑图啊。那边加起来总共有几根大蜡？12根欸。你看，烽火4根，水地2根。那边大蜡很香欸。不怕被龙撞了。我也在找时间想要去捡，不是去开地图，可是真的好懒。虽然我后面是不怕被撞，想说反正佛系玩了，可是就还是有这个功能，一直都没有解开，就觉得好不爽。解那个又要很久时间啊，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我礼拜六投胎嘛，那礼拜日你们在跑的时候我去蹭，我就开始说，哎、欸，我今天要什么地图观光团，然后找一个知道地图的人带我们。啊，是有多懒？啊啪啪啪啪啪！哎，这边烧也太危险了吧！等下在下雨又被吸火，有病哦！小陈，你有病哦！
哎，新季节什么时候啊？四天后吗？16号吗？礼拜一吗？北面啊，哎，好久不见。隔天直接献祭，哇！你看这么猛的，伊恩安。欸，所以你那个披风不见到底有没有去反应？衣柜里面少一件衣服，我会觉得很不爽。话说现在献祭有个 bug， 如果你快速献祭完在四点刷新的时候，会带你到演唱会现场。真的不见了吗？我看到没来，他都说他没关系啊，等什么？等复刻的时候再换。那个应该不会款你吧？你那个就是不见了啊！感谢米米的两个月订阅，谢谢。啊，利恩，报警！利恩，安利恩，没关系，你有买机票吗？是晨晨，你最近还有玩吗？最近其实看你好像没什么在上线。可是下一季不是都各种可怜的东西吗？受伤老兵，什么丧子，然后又是乞求的小孩，啊，好可怜哦！怎么下一季都是那么可怜的故事啊？建议回报这样补偿，要英文。你要英文可以帮你啊，我不会啦，然后我要回。哇，他有光遇就忘了你嘞，这女人。最近终于忙完这些东西了，想搞两年前说的营销包，哈。那多久了？你跑图工具人再想一下，到底要想什么？想那么久？下一张图。等等等等等等，今天我好像看到不妙的先祖，是不是？光遇不可能不玩，只是星盘很常来不及见，挂在雪屋，不知道为什么体感有三小时，常常挂到晚上睡着。嗯，还好吧，没事没事，等新年等新年。所以下一季是什么时候啦？礼拜一吗？那请问新年的时候活动是几月几号？16号吧，啊，16号就是礼拜一啊。任何任务安全没有，现在只是扫到说今天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叫样大啊？天哪，为什么就他不一样？难道他是最猛的吗？原来你是样大哦，失敬失敬。该不会我有看过你影片吧？我看影片长大的。季节，今年哦，太好了太好了。没有啊，后面又想到说，
还是不要养小号好了，不要养无意啦。我觉得我一定会翻车的那一种，一定会就是精神不济，就忘了不能跑峡谷，就带去峡谷玩。哎，这事情一定会发生，好吗？哎，虽然无意突突对我来说吸引很大，但翻车后就只剩下从他那边 AI 型跟飞飞飞的功用而已。白痴啊！我又想按 L 转视角，哎，气死了！你都没翻了，哎，不一样哎，这细心程度不能比的，好不好？欢迎安安，哎、欸，好久不见，没有很久了。嗨，安安，你看我打麻将都会打到忘记东西了。我之前想说，哎，我朴宝进阁，咚咚咚，样样大大简称。那月雪怎么不是大大、啊？好像很常按到，是因为。宝可梦 L 键跟那个斯普拉顿那些都是按那颗键，把视像你比如视角是这边，你想转正，对不对？你就可以按一下这个键，它会帮你转正。像我那天跑红石雨，不是也是按那跑一跑跑到一半按到吗？哎，那我昨天真的累爆，就真的果断不开无意。哎，我没办法，强迫症。哎呀！哎，白痴，过动画，对不起。感觉下一季更适合我了，乞丐虫，我的乞丐虫，适合啊！他不是还有受伤姿势吗？你就不要到时候你的胡子发型也不见。哎、欸，我真的好怕我衣柜其实有少东西，我不知道、欸。哎，是不是要常常定期拍下自己的衣柜有？那、啊、万一如果你东西真的不见，但是已经过了半年才发现，这样回报有用吗？有人爱吃馒头吗？白元安，那下次叫月雪雪大吧，这样我平板打出来雪大，你叫他小奶狗好了，狗大，大狗狗，奶狗安安。啊，我也想当奶狗，养我养我，昼夜昏沉安安，谁躲起来弹琴？你看这个就很方便了哎、欸，如果真的是这样子这样设计的话，你看调位置，哦，哎、欸，就不用慢慢找了。
而且我怎么觉得火盆有变大颗啊？是我错觉吗？你不觉得火盆有变大吗？对了，新年跟情人节大家准备好了吗？这个你不用考虑他们，他们没有准备好，他们有超能力，好吧？牛牛安安，虽然我没有超能力，但是我有超能力。你在想什么？啊，我的超能力就是超出我的能力。繁星可以啊，你是阳光大奶狗，在追我。你是在偷嘴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雪球？欸，我觉得火盆真的有变大欸，你没有感觉吗？还是你们平时没有在放火盆？有精修？是，我是说有没有变大这件事情？有吧？哎，八个了，有吧？哦，奶奶会跳舞，一起摇，呼噜跳舞，好摇。奶奶跳舞呢，那边满了，还是我回家再来？而他茶壶变超大坑呢、欸，不用，你是不是生气了？你是不是伤心了？你是不是难过了？我回家，我回家。繁星有公狗腰，记得。我公狗腰，哦，你说那个腰哦，没了啦。我已经在跑了，没有，我知道啊。可是那个火盆超大根呢、欸，那火盆是可以塞下一个那个呢矮面的人、欸，看不出来有没有变大。哎，是我平时有在放，所以感觉得出来吧。模组同一个才会变大，哎、欸，没有，不同哦，不同哦。他那个火盆真的比无意还那个比矮面还大很多，有对不对？变超大对不对？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了，这个平时没在摆，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大、啊，这个比较好，你看对准正方形，这个对准正方形就比较好。大家好，好瞧位置。毕竟茶壶如果可以烧，就要变礼包了。不用吧？哎、欸，这个东西也是季节换的哎、欸，变礼包不对吧？而且这个火盆也是季节那个复刻换的。我的矮面进得去的话，我要，这个进不去啦。这个我是指下一季的火盆，下一季的三个有开烧有开水的那个壶，它是大概我这个身高也塞得进去的、欸。不是啦，我不是说塞，它的高度是整个可以塞那个啦。哇，算好难的讲，明明知道意思，硬要在那边干。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假馒头？哎、欸，这个球是什么啊？我怎么没什么印象？是雪球吗？手软安 ，bug 馒头不是这玩，这一定是玩家放的啊！而且馒头哪有那么大颗？你上次放的那颗灯吧？不是，可是我上次放的灯是超亮哎、欸，它是黄道很亮哎、欸，这个是白色的、欸。
你要不要？等下我拿来塞你。你看，完全不一样啊！这颗馒头那么小。你又被广告了。某一个先祖带回来的，你是说黄色会发光的吗？是它不会这样上下跳啊。我等一下换了哦。哦，小黑放出来的看不到哦。哦，所以路人看不出来的。哎。好亮哦！太亮了吧！啊，据说他现在不是把光改到会发光吗？居然安，哦，太亮了吧！天哪，下礼拜复科先祖，哎，不对哦，这礼拜吧？哎，是吗？是这礼拜吗？嗯？哎，不对，下礼拜，白痴哦，今天礼拜四，我在下礼拜什么？等一下。感谢陈烨的这个月，听说深渊祭水族馆那边本来表演机破了，去那边抛弃抛一小时，今天太明显，最近。我潜下去会瞎的那种，直接死在海水下。啊，知道为什么我没印象了啦？这一次是 Y 太嘛 ？Y 太因为有了，所以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上次也是小王子跟重组机先祖复刻，完全没印象。你从图奇爬来找你了，干嘛欠钱？我跑来找你了，陈烨，赶快上来挂火啊！下一次有兔子的衣服跟面具耶，通通给我去换耶。哎呀，兔子衣服今年没换到，明年还换得到啊。衣服不是礼包吗？哦，哎，衣服不是蜡烛换的吗？我记得衣服是蜡烛换的，哎，哎，我记错了吗？幸运洁面。金运节造山，哦，是这个哦，哦，那对不起了，记错了，是谁跟我讲说面具跟衣服是蜡烛的？我
我恨他。对不起了，陈烨，要口口。你昨天跟朋友聊而已，好好哦，都有朋友可以聊。你两边都来了，哎，不过他兔子面具，我希望把他把那个腮帮子改短一点，哇，好多发型好难搭哦。哎，其实这个高度戴白霄有点像公主切。他最好是在下一次更新的时候把这么亮的东西修掉，眼睛会瞎哦。哎，海龟，海龟，他真的该出兔子头套或是兔耳发？对啊，出个兔耳嘛，小气鬼。该跟我联名一下了呢，我的衣服跟裤子应该蛮好做出来的吧？衣服、裤子加兔尾巴，一个衣服嘛，可以啊。啊，加个兔耳朵发型，不为过吧？披风就算了啦。嗯，白痴，要联动也是跟那些其他 V 联动，对不对？官方听到没？听不到，听不到。又不是多红的 V， 不是多红的实况，随便开个没人看过的游戏，还有几千人在看的那一种，官方才看得到。然后最好是在 YT 播，然后去献祭，啊，最后跑那个跑献祭那一段路的时候，版权警告。是版权攻击。哎，我那时候在想说，如果只是出，因为我不是那时候就在讲嘛，明年是兔年，他最好是出兔子面具，然后最好的话是出兔耳朵。结果嘞，他的兔子面具。好像就只是二 P 色的兔子面具，哎，好难过。他至少耳朵也要会抖 ，Q 弹一点。月雪救我上线了，欢迎少没诚意，对啊。哎，好希望哦！刚跳软体错误哦，哎，他是不是有把那个啊 ，Switch 开闪电就好了？跳舞，其实我不排斥这个身高啦，
可是这个身高戴黑色黑面的话，我会觉得比例很奇怪，因为正常来说画画的时候，你这个身高，你的脸颊跟下巴不该这么尖，应该要圆，所以导致我之后看柯南都觉得说越看越不下去。可以看，我会看剧情，但是看柯南的画风，我越看越觉得看不下去。就是小学生的轮廓，就是下巴又尖，鼻子又尖那样。啊，早期柯南最初的那种，就是脸都是圆的，比较像那种国小生的感觉。啊，现在不是，现在每个轮廓都脸颊尖，下巴也尖，然后手脚都变成修长。他就是只是把那个大人的画风先画出来，是把那个骨架缩小了。小兰的头发那个还好，那个已经是特色了。因为小兰头发不是尖的，已经有人就觉得很奇怪了。我昨天在烧海龟的时候，它竟然 bug 了欸。海龟炸花的时候，那个我的海滩上没贝壳。好了，海龟死了。哎，贝壳，贝壳。可，没有之前想要这么多爱心，是因为我之前测试服有那个吗？无意披风。如果正式服，哎，是真的不可能，感觉真的是不可能出了啦。哎呀，那个多好。不然之前不是囤很多，然后问说为什么都不换二级斗，说因为我在等那个披风出来，然后人说那只是测试而已，理论上也不知道价格要定多少，所以干脆就不会出了。哎，这么想想也是，所以那时候就把那个蜡烛直接换一换。
把披风全部解锁。两个150的欸，贵死了。好了，看任务，看任务，看一下哦。今天的哦，影响哇哇，今天太简单了吧？哇，今天这么佛、哦，哎，出发出发！真是快乐每日，对啊。我还在逛。哎，不久。等等我啊！我还没上车，我拉。摸一下就要摸一下，好，没我的事了，好，去吧，少年，上吧，少年，这人好扯，你说我吗？还有更扯的跟你讲。来啊，有种你就不要解啊，我也不解啊。你如何帮助其他人在旅行中找到勇气呢？给他一个空白。爱与希望。你看月。爱与希望，西维珍妮亚，谁呀？你看，冥想，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就解完任务了。不是哦，是他们逼我的。今天解晋格那个晋格四楼拉光先祖，我解到快气死。有个那边卡任务的，给我站在那个悬崖边边，因为我要拉过去的时候一直拉不走，然后先祖从那个从那边坠楼两次，啊，帮你叫啦，啊，小萌新，帮你叫叫，帮你叫叫，不要吵。送给你。爱与希望是什么？他说要有勇气啊，他只缺了爱跟希望啊，怎么了？他只缺了 love 跟 wish。哎，阿七耶，每次看到头说，哎，是阿七。哎。这个是骗子，这两个都是骗子，十一亿耶，穿成这样子，骗鬼哦、喔！头被插爆，通常看到今天如果是那种打错任务，以前啊，我会先不管其他人，我冲过去先解，因为都会有认识的人去帮我点赞，所以我那时候他就有一个有个冥想的问题是说如何节省什么地球什么塑料的那个嘛，
节省地球塑料的那个方法，我就说，我就打个五套。哎，我怎么那么白目啊？啊，出发！有人被看到了。嗯，谢雪莉，不客气。生孩子会用到更多塑料吧？对，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他说你这样子塑料会更多吧？我说也是呢，那下次我换另外一个好了，剪掉。剪掉。哎，变锅子了、喔？什么时候的事情？哎，这什么时候变锅子了、啊？完蛋了，翻过来了，不会给爱心了。欸，什么时候变锅子了、啊？这锅子不是蛮久的吗？我记得玩的时候是锅子啊，没有以前更过分呢、啊。以前你知道吗？他是把螃蟹串起来哦，所以这么久了哦。我想说，螃蟹被串起来还动得这么开心，还给爱心。我说这些螃蟹是 M。好了，哎，大拉要跑吗？呆鱼还是小妞，你们大拉跑了呢？要说呆鱼，你懒得上路，对。随便跑了，乌衣安安，大家画画了。哎、欸，姐姐开台了吗？可以挂个点。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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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这人真的好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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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唉，又叹气了。为什么一会儿就听到在叹气？没有啊，没为什么？小人也跑进格了没？那在哪里？一楼两个。我说看也不要用杯杯的。直接带我冲上去！哎，在这吗？没要出门，好，张小姐。
欸、等一下，我不是海面呢、欸。看一下哦、喔，应该是可以的吧。我记得平时身高也可以蹲下去。啊，可是还是要海面呢、欸。太爽没，动画太多了。算了，回家换。为了这根大蜡，算了，出发出发，出发出发，放弃了放弃了，回来再跑。嘟嘟，不行，我要赌高，至少赌高一点点就好了，至少来到八货组，最后四冠，来吧，嘟嘟嘟嘟嘟，你变高了许多，要说你变高的超级多吧，哎，啊，我长高了，啊啊啊啊！啊长高啦，哈哈哈哈！哎、欸，尤里，你下一季还有空玩吗？因为礼拜一后有新的一季，没空玩没关系啦。你不是那个矮子了，哎、欸，我那天喝了20罐，我矮了4次。你下一季有想玩吗？下一季我觉得还好，不过破破的感觉好像你也蛮喜欢。你是要变高？我想变高啊！我想至少来个2或1，结果一直抽到4或3，2次啦。然后就是变得超矮的。早安，早安，哦，想死你了。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定？我的基因不是我的基因，是我的账号，好吧？就像恋与制作人，我这可能是白起号，抽不到总裁，只会抽到白起，有没有可能？你觉得有没有这可能性？二是最高了，没有，我有一过，我有至少一过，但是一只有2次，我当时应该要知足了，哎，好难过。嗯，啊，没有，他们不要。你怎么有空？你今天会开台吗？你今天会开台吗，女人？在想要开什么？还是你想要跟我玩一款很无聊的游戏？那款很适合你杂谈用，那款就是你把东西丢到火盆里面，那个火盆会丢东西给你。我贴给你看。最近杰克、小雨、Moco 妈妈都开始玩了，然后杰克跟我说他啊，觉得那款好毒哦。你都有多少人入坑？啊，我就只是贴在我的 FB 上啊。啊，对这个事情，我跟尤里说一下，打字用打字。这款是有点像转蛋系统的游戏。那这款呢，它就是你丢相对应的硬币进去。然后那个硬币会给的道具是固定的，但是会从，就是比如说，你的它比如说有金银铜币，对不对？
那铜币会开到铜币的东西，那金币会开到金币的东西，那都是随机的。但后面有办法让它变成保底啦。蛮白痴的，但是很毒，看起来有料哎、欸，玩真的很好玩。不然我等我一下哦、喔，我去看一下我的隐私哦、喔，等我一下哦、喔。奇怪了，我怎么找不到了？好，没关系，我下次有出现再贴给你看。然后我等一下开一下那款游戏，我目前进度到哪边给你看。那个游戏声音很舒压，很舒服。哎，你买了、喔。谢谢幽灵子，谢谢，欢迎加入我们转蛋行列，转蛋行列。然后这款游戏我等一下，它里面会有新手教学啊，其实很简单，它是英文，但是你就按照上面的动就好了。就是他会跟你讲说左键按住啊，按 QE 啊，中键按着啊，有的没的。然后他有一个比较需要思考的是，他有一个锁，那个锁是你要点下去，你才可以搬动地板。如果你没有点的话，你地板是动不了。你待会可以玩。啊，我跟你讲，我那天就是想说，我先整理一下再开台了。我整理完之后，发现两个小时过了。太毒了，点过了，有一个入坑成功的，他很值得玩，我已经玩了小时啊，好，我已经玩了，包含挂机啊，我玩了40小时哎、欸，快，我们赶快弄完，哎、欸、算了，算了，没。好，我现在马上开，给我们的幽灵子大大看一下我的家。我先开个新存档给幽灵看。本来不想开太久，哎，没有这个你就是偶尔开啦，这个你杂谈或是玩什么你偶尔开。给你看，这是我目前的规划的岛这边。这样子，然后这边是最后整理的啦，就是类似麦块的嘛，物品分类箱，就是这个是铜币专用的，啊这个是银币专用的，啊这是金币专用的，你后面就知道了。像这个左下角地图打开，这边会有图鉴，然后这些符号就是你相对应的货币，铜币、银币、金币嘛，然后下面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硬币，
像这个硬币就是跟农场有关吗？很适合加班，欸，你可以试试看啊。那时候听你在讲说要不要加班这个事情，我想说你不要太辛苦，欸，你的观众们会舍不得。那获取硬币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点这个很像蜡烛的，对不对？它其实是访客，它是人，但在游戏里面它是访客，你就可以点下去，有没有？它喷一个货币在这边哦。这边跟你讲一下，你有机会用铜币获得这个盘子啊，这个盘子你点下去啊，钱会自动跑到上面来，看有没有钱会跑到上面来。这游戏就是你看到左下角这种点点的，或是你刚开的时候会有个问号，他们都是有功能的。那再来解释另外一个这游戏获取硬币的另外一个东西，看一下，我可以丢什么？这个好了，就是你看，比如我刚刚讲的嘛，有锁，这锁打开之后，你地板才能移动。那你锁关起来的话，你地板动不了，有没有？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你可以把你不要的东西丢进这个火盆，对，它又再给你硬币，你硬币再这样丢进去，对，给你盆栽。如果今天还是不要盆栽的话，你再丢进去。它会慢慢累积，它不会直接一比一给你。你今天只是睡四小时，那你去睡吧。你不要开了，不准你开台，女人，好好休息。你该不会又去忙？因为最近我有看你在玩那个昆虫的游戏，是不是？你不是很怕蜘蛛？那款游戏蜘蛛也做很像，不是吗？女人，你这是在玩火？开完还要工作，我快吓死了，对不对？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啊，尤里你玩这款，你看就这样子，你不要这个就丢进去，然后铜币再给你，再丢，喏，然后这个超白痴的，啊，再跟你讲，这游戏真的很多很好玩的，它的互动都超多的，就是它可以这样乱，然后它的作物啊植物。只要浇到水的话，它会长大。它家具很多吗？超多，也不是说超多啦，就是它每个硬币给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我给你看哦，删掉。对，这个是应该也会喜欢啦，就是动物花盆，然后我把上面放仙人掌，就像什么。啊，妙蛙种子，它不像动森那么多啊，不过它很多东西有一些小物件可以互动。然后这个是那个戴卢比，我比较喜欢的是，你看这个树，这个草，这个比较偏希腊风格的东西。你看啊，这边都有介绍，对不对？这个比较偏花园的嘛，花园的东西，看红鹤、矮人、地精、花园精灵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就比较偏希腊风格，然后这个是比较偏，我怎么讲？秋天吗？对吧？都是东西已经枯黄了。它这个比较偏公园风格。你这是全部东西了吗？对啊，你就是你进游戏之后，你只要看到你这个硬币旁边有出现两个星星，表示你已经收集完全图鉴。然后你收集完全图鉴啊，你可以会获得这本书。他就在跟你讲说，哦，恭喜你获得完那个这个道具的全图鉴。还有什么可以跟你讲？就是他刚刚讲的嘛。我看一下哦。对，这里。你看这个，你看大小差异，原因就是因为我用这个去浇水。你知道有作物浇到水啊，
等下不好意思，欸，不好意思欸，这样，喔，这样子，有发现它发光对不对？它只要有发光效果，它过一阵子就会长大了。然后你只要把那些大的东西丢进来，它会变一样的大小。啊，你全解会不会太夸张？不是，它其实有方法，它方法是靠这个。来，我解释一下，如果你今天很想要，比如说这个鱼，对不对？这个鱼的雕像，你就摆上去。这个，喔，这个你有看到东西在提升，是你丢水的货币下去，丢到这边，你丢进来这边啊，就是出现鱼的机会会加倍。啊，你放越多这个一样的东西，这个出现几率就更高嘛，就是吃相遭遇力三。啊，如果你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不用这个遭遇力，就是这个牌子雷是让这个道具崩掉，就是你再也拿不到这个道具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比如说这个可爱的猫，那个招财猫，对不对？你就把除了招财猫以外的东西全部放在这个台子上，然后他就100%出招财猫给你。啊，这招财猫在这里，可爱哦，喔！哎，这里，不好意思，等一下哦，喔，在这里，看，又，其实他歌又好听，如果晚上要哄人家睡觉的话，你也可以开这个。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是啊，浇个水，然后发亮，那它就等它长大就好了。哎，我不想开来去躺，你快去睡啦，好不好？答应我，好好照顾身体，好好睡。你看，这些都是货币。货币有这些啦，这些就是相对应的嘛。这个是沙漠的，这是农场的，这是水的，这是希腊的，这是公园的，这个是秋天的，对吧？你好好休息，好不好？可以不用睡没关系，但是要休息。我知道你可能躺着不会想睡啦。公主连接那边交给我，我会送豆腐，豆腐，我会给豆腐一个赞的。我怕我家观众看我太久没开台都不爱我了。哎，就是你真的不用担心，好不好？你的分页永远不会少一个我，我肯定永远是躲在你分页的一个小观众。你不用担心，好不好？耶，yeah, ，来了来了！我玩了两晚，都听着 BGM 听到睡着。你是？哦，对啊，这个利恩多扯，他那时候都默默玩这个游戏都不讲的，然后跟我讲说。那个东西可以互动哦，这个东西水越浇越大哦。我说，哎，你还要瞒着我什么？
终于把全图跑完了，来去拿暴风眼的小金人。哎，也其实也是不用那么辛苦啦，可以等我啦。哎，等我们回家量身高。好可爱哦、喔！不好意思，看到可爱的东西，忍不住笑了一下。我是开心的笑啦，不是觉得好笑的笑。看到可爱的东西，又有那种……哦，啊靠，按错了。然后我们去量身高，帮我看我多高。啊、白痴！你笑我不是，我是看到可爱漂亮的东西都会微微的一笑，好不好？到底多想按？没有，我想要转向哦。啊，还不是帕迪亚害我的。干嘛？丢高我干嘛？哎、欸，我有点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也是哎、欸，是不给量身高？哎、欸，发生什么事情？不能量身高了是不是？哎、欸，月雪，你也是这样子吗？这两天木土不知道为啥啊，所以还量得了吗？等一下哦，应该是六吧，还行，这身高可以。我现在就卡在我动不了了，这游戏怎么一下子没玩变成这样子啊？那么可爱啊，好矮。My， 够了啦，我不敢再赌了。哎、欸，二十几瓶赌到剩下三瓶了啦，很想哭哎、欸。啊，等一下来画光鱼的东西，再一抽。好，为了我们主播，抽完你要去睡了哦、喔。我之后红蜡除了拿来解了，我要拿来、啊、看看这样会不会抽高。来，有主播靠你了，来吧，艾梅斯。我信你一个，主播，没了，还是再一抽吗？还要 CD 耶，要一分钟哎。主播矮了啦，怎么办？我要用这个哭的，这有鬼啦！再一次，我 Switch 丢给你，帮我抽。这里不会，是风太大哦、喔。哎、欸，是风太大哎、欸！天哪、啊，这次一定。其实这身高也可以哎、欸，就是我不喜欢太，也不是说不喜欢太矮啦，就是他矮就是矮到。像我刚刚讲的啊，就是他其实脸颊如果偏圆的话，其实这身高是可以。还是你带红点点抽来了，他在阻止我。红点点，嗯，他这次衣柜有更新，他红点点跑到最下面来，你看跑到这边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偷改，他那时候找不到我的黑色面具，以为不见了。可是下礼拜就看不到刺刺，什么刺刺？这是要去哪？主播啊，主播！
突破不在哪里，不在这里。变成我的身高了，什么意思？你也不矮好不好？你就长得很可爱，我没看过你。要休息两天了哦，对耶，你有讲。你总共消失四天，那、啊、你这七天会孵蛋吗？茄子不是想要色尾的兔兔，孵给他啦。如果不忙的话，你跟我一样十三了，没有，这还不是十三啦。不对，哎、欸，哎、欸，真的，没看到，我只看到主播的话，主播，怎么会这样？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往好处想，欸不是欸，我花了二十几瓶、三十几瓶都在喝这个身高欸，这最后一瓶了欸，在这最后一瓶了欸，主播，好啦，那我喝咯，好啦，用什么？来吧。三变十二，哎，我去哭了，是不是现实偏高的人都抽不到啊？好奇怪哦，哎，不是这样呢，真的不是这样子玩呢，这游戏真的，哎，好了，你心情好了是不是？你开心了吗？哎、欸，我们哪天还要玩小蒂娜吗？其实想再找你玩啊，只是我觉得你好像抽不出身来，你好像没什么空。但其实还想跟你玩小蒂娜，那如果你真的后面那款还好的话，你再跟我说，好吧？等我加班就可以，不得不了。就可以，不得不了哦哦哦，好啊，啊你预计什么时候加班呢、啊？啊哈，我看一下哦，我红蜡有29，我可以换六瓶。不行啊，我要先换面具。我好难过，但是可以给你们带来笑容，我也是。这好有礼貌哦，拜拜是不是？拿着蜡烛拜拜，干嘛？你干嘛？上头了啊！你要干嘛？这是大力鞠躬哎。就是拜拜啊！你看拿蜡烛拜拜，恭喜你！哎、欸啊，怎么你们没事了？为什么重新进来就不会了？哦，你要摸我头是不是？好了，来啦。来摸我头吧，你们不要靠太近，我点不到人啦。你们两个幺幺，还是我们去旁边？哇哇哇哇哇，这么好哦！天哪、啊，那我们跑图方便多了。谢谢月雪，谢谢，感受到了吗？我再谢谢你，谢谢月雪，谢谢你，
我也有哦。好了，我们换游戏来画画啦。我看一下。哎，其实我要跟你们说，我之前不是在画图的时候，就是去年最后一次画图的时候，我还画了这一张。但是这一张我是一直没有公开啦，只是想说这张主播先倒了，晚安。这张我觉得这张我画的还蛮好看的，主播晚安，有主播晚安，我在哪？好外皮的，还是你看一下我的。你的什么？看一下你的什么？好啦，跟幽离子说晚安啦。哦，反过来。对啦，我比较喜欢你改的第二章诶。哎、欸，唐安安，开启。哦，你要直接给我是不是？干，笑死，错了。所以，哦，那我喜欢。哦，白痴哦。下载，我是要画这个啦，我这个，但是想说，好像看到一大堆大佬在画，想说哦不行嘞，好像又有点画不下去了，他们都好会画。找首歌，你东上右上都是白鸟，东上。哎、欸，没有哦，左下才是白鸟，好不好？左下才是白鸟，然后右上最喜欢的，哎、欸，对，是白鸟。啊，白鸟，鸟呢？下西啊，黑糖安安，糖安过了。我说真的啊，幽离子不画画出周边出
出商品，我是觉得很可惜。我是讲真的，不是客套话，说他睡了，但我觉得他如果出贴图啊，因为贴图现在最低门槛可以画八个，他就不要画那么久，就是画个八个，然后上传也是可以的啊。哎，白痴，我的斗阵没挂到点数，哎呀，斗阵，我们找首歌来听啊，还是我们去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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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有把我逛场上文啊！哇，你怎么那么凶？哇，那这玩这个游戏会被抓到啊！斗篷感觉会用兔子，斗篷没有斗篷啊。画吧，可是我还是会偶尔看一下光遇啦，所以，哎，谁送我蛋糕？白痴哦，谁啦？我先回预定一下。番茄安安。我第一个买的发型，你们猜猜是哪一个？等一下是要买换萌新，出来这多一个。等一下哦。要自己换衣服，好烦。等一下，好了哈。第一个买的发型，
哎，光子怎么变那么亮啦？烦死了！哇！还好，还好，还好，发现的早，还好。啊，还好，发现的早。因为我在想说我图层画错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其实这个图后面是白色边框，像这样子，有看到？觉得最帅的发型，我去看一下我的衣柜啊最帅的发型。可以搭的吗？
哎、欸，不要睡着啊，繁星，睡着了。哎，我是人脑化啦。等一下哦。直接修改。睡着了等一下、喔、抬头抬头抬头豌豆发型，来来，
竟然不是白鸟，帅、欸、跟喜欢是不一样，好不好？边白鸟总可以了吧？等一下，繁星不要睡觉，在睡打人哦。欸、支援一下白鸟的图，快点 DC 贴一下 ，SK 贴一下白鸟的图。欸、我觉得巫师看起来好不巫师哦，可以让我看起来像巫师吗？办最久的发型，拍照就不怕睡着了啊！
应该今天画不完，等一下温阳还要跟我搬东西。哇！画之好友吧，好吧，画谁都不对，画谁都不对。我要去走一次火狮炼的速通道路，怎样？样样，哦，好扯哦。法，你怎么不是阿努比斯了？哎，天啊！克洛伊安，我要看阿努，不是啊，我要画那个朋友，哎，要画他的造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看怎么能画。哎、欸，是有病哦！我去换一下，我去换一下同样的衣服哈，等我一下哦。等一下、啊，哪件衣服啊？我找到，找到。然后嘞，我披风，我看一下。男人在画画不应该吃海胆了吧？嗯，可以啦。男人来了，哎、啊，你们在吃了吗？男人来了，男人为了吃，什么都愿意做。太强了！啊，你心心念念的男人来了，穿着番茄同款的造型。哎，我等下回家赶快脱掉。没有心心念念吗？那念念，他不是有传送，不是我跟你讲，他传送很鸡掰，他是你在场有好越多好友，你越难点到传送的点，你应该也知道吧？怎么会这样嘴我？我的天啊！哎、欸，不是，啊，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这样，好嘞。最想要的实至名归了吧？啊！
最可爱的发型。哇，这个要回去画了耶，也看不到。剩两分钟，大。撑一下，啊、还能，还帮扶，我还能送。哇，这上色很久哎、欸。可以回去换了，谢谢月雪，赶快换掉。赶快把这身穿上去起鸡皮疙瘩的换掉，可能定是衣服材质不对，穿上去起疹子，换掉换掉。没有啦，不做效果。哎，不是哎、欸，都十三变十二啦，哎，Q 小 Q 啊，怎么那么可爱？小 Q 啊，怎么那么可爱？你好，白月雪，什么？你有蟑螂披风哦？哇，那你那个？买得很划算，那蟑螂披风买得很划算呢。你说哪个？黑色的，咖啡色的，然后金色边，很像燕尾服的，那叫什么记？圆梦梦想记吗？奶茶灰安安，你也有？不是啦，他是买号的，想说他买的那个哦，对，降一公分，长高一公分。
嗯，啊，怪。刚算长高，哎，要么就矮到底吧，对不对？好，先这样好了。我先问温阳，那好了，我再来开，或私下画完。哎，没有，因为要用图契的东西啦，弄完之后看看。我也把勾勾申请回来啦，虽然最近玩的游戏观看数都不是很高。好了，那先这样，感谢大家，我先存档。我没存档啊啊啊啊！另存金档，我没人换存档，我的都烂，档案一好，变，对，好了，这是我2023年第一个画的图。影像储存失败，等一下。影像储存失败，我不能存档哦。哎、欸，真的是失败、欸。等一下哦、喔，你们看，那这个可以吧？储存，哎、欸，存好了，存好了。哦，好了，好了，好了，普天同庆，普天同庆，好吧。好了，感谢大家，我们晚点可能会开啦，好吧？晚点东西弄好再来开，还没弄好就看几节台吧。好了，感谢大家，我们。去隔壁玩吧，2023，一场。好了，各位拜拜，晚安晚安。去听隔壁猴子叫吧，都是狗在叫。啊，音乐暂停。欸，然后啊，有玩那个短蛋农场，不是短蛋农场，短蛋花园的，来。我昨天发现一个东西，它就是滑鼠点一下，对不对？按住，然后滑过就好了。你看，滑过就好了。哎、欸，要记住。好了，我们去姐姐台吧。其实你一直都这样子啊，我不知道啊。好啦，晚安晚安，大家拜拜 ，YT 的也拜拜啦。